肤浅的，没啥丰富的，再头脑不好。哇，球球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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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为什么要对人傻笑？你为什么要对人傻 笑？对人傻笑。他看到这个情景实在是太感动了。那个不叫傻笑，那个叫微笑。所以有时候做人很难。没有笑，你是说你为什么都没笑？你没有笑。他笑一下，你干嘛傻笑？真难哦。哎，你昨天没听我在跟那个雷讲，我去公园遛狗，然后我就这样蹲着，就是盛他的大便，然后他就在便又丢了，不是，然后就一个楼梯上，你知道他后面是讲了一句话，啊，你看，那小姐，你可会醒晒啦，哦，我想说啊，不然呢，难道我要让他落地吗？因为你们不是说不要落地最。